哈兰德的身体素质有多强。本期我们来盘点一下哈兰德五大对抗时刻。一，基米希飞铲哈兰德，不但没有成功阻止哈兰德，还把自己整受伤下场。二，面对长谷不成的铲断，哈兰德只是稍稍晃了一下，还送出一记穿裆助攻队友破门。三，哈兰德面对拉莫斯，居然把拉莫斯硬扛倒地，拉莫斯也有翻车的一天。四，推土机式推进，哈兰德面对迪亚斯的跟防，扛翻迪亚斯，迪亚斯也是难得这么踉跄。五，哈兰德禁区面对乌帕梅卡诺的跟防，刚上身体对抗就把对方领倒在地。如此恐怖的身体素质，真不愧是魔人布欧。感谢关注。